哎呀，这要干啥呢？这个到下午了，该做饭了。来了！哎，你们三个来了。把他们看看，我给你带了啥？带的啥呀？这是鳄鱼啊！哎呀，这要干啥呢？这个是呀，这是他俩南方朋友送的人工养殖的鳄鱼。说这个可好吃了，哥，你帮我们做做呗。哎呀，我不敢做这个，快拿走吧，这个做不了。哥，你就做一下呗。就是呀。哎呀，快别拿进来，来。我就放这儿了啊。哥，你就帮我们做一下呗。这个哥真做不了这个，快拿下去吧。这个给我们烤一下吧，这个能烤着吃啊？这个我可以烤，但是我可不吃呀，这个。行，这肯定好吃。哎呀，终于收拾完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固定住吧。好了。这个烤全羊一样，烤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了，是吧？差不多吧。朋友们，点个关注。烤全羊那是经常烤呀，烤鳄鱼那可是第一次呀。饿了？这鳄鱼谁给你的？一个南方的好朋友给的，人工养殖的鳄鱼呢。哎呀，这玩意儿可是没有羊看着顺眼啊。欧乐啊，盖上吧。欧乐，这个我可不吃呀，你们几个吃吧。这个肯定好吃，哥，我应该最爱吃这个了，哥。哎呀，我可不爱吃，走吧，进屋吧。肯定好吃。先进屋等着吧，得烤一个小时呢吧，这个跟全羊一样。哎呀，我查吧。欧乐啊，干啥呢？拿这个皮子？我拿回去让我哥给我做个皮鞋。那你拿那边去。哎呀，这我看这个啊，害怕这个看着。哎，这个鳄鱼应该熟了吧？开盖吧，来。哇！来来来，刷酱吧，肯定好吃。来吧，刷酱吧。看着还挺有食欲的呢啊。烧烤料，来点芝麻，再撒点这个葱花。这满草原飘的都是鳄鱼的味道啊！行了，拿进去吧。这，哎呀，你们吃吧，我是吃不了。来吧，放上来吧。哎，来吧，赶紧做吧。来吧，我给你们分吧。哎呀，给朵来，先来。给我也拿一块。行行，我给你拿这个啊。咋样，味道行吗？吃着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挺好吃的。好吃呢啊。嗯。给我了。这小子早就馋了这个。我就说是好吃，哥，我最爱吃这个了。饿了吃，欧乐吃这个。给。跟羊肉差不多吧，这个味道。还有点不一样。还不给你来一块。哎，我好吃的。我接受不了。尝一块一小块。可好吃了。好吃的，好吃吧？嗯，挺香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哥，你吃这个肉多啊？行，放这吧。哎，你们也吃呀。嗯。
啊，确实肉厚啊，看，嗯，这个肉还挺好吃的。蘸点韭菜花，主要是肉啊，蘸上韭菜花，味道就翻好几倍啊。来，先喝点酸奶吧。外酥里嫩的啊。